所以他是本色演出。我没有怪腔怪调，我很认真的唱哎。我一直觉得他在那个啊，我就觉得他觊觎我今天的那个通告费。好，那你要再唱一次吗？那你实际要给我们唱给我们听一下。你要那个变声吗？你已经自动有变声。其实你这样就自动变了，对，没有差。关掉吗？没有，他已经关了。他刚刚关了，他刚刚关了。哎，这样子我就听得出来是他是我老婆了。对了，这样哈，很明显啊，对啊。所以你跟PO哥两个现在平手了呢。哇，完蛋了！到底会鹿死谁手？怎么办？我们来看下一关。